来哦，这就叫做白铜鱼买鱼回来放，啊，什么叫做买鱼回来放？来，这鱼要放哦，我怎么有起来先放涂骹，干咩想下骹甲放几只啊？唔知好哦。啊，温度基本上都是一样哦，一样来供，就这样放着。可能是失败的，我爱这，我咧看也是较囥下骹，我咧看也是当囥下骹。关灯，爱这小丑鱼毋知臭哦，还是用直接甲钓用？啊，无要紧啊，无要紧啊，惊哦，无要紧啊，嘿啊。先把它雕一下，对不对？那这少年啊，很搞，真强哎！哎，是，一只海参要放下面。好，这三只，哦，放这边，先这样。